大家好，我是舒世荣，目前任职于巨匠电脑数位学习网，担任线上教学制作的特约讲师。我的专长是将复杂的资料用简单的范例表达，让同学们能够了解。这个课程为大家介绍的是 PowerPoint 必学的六件事，高效做简报。主要为大家说明简报一定要会的六件事，包含建立简报的正确流程，还有如何设计自己的布景主题，以及如何下载微软的布景主题。这门课的教学重点有学会简报制作的正确流程，学会建立布景主题的技巧，以及了解版面配置的优点。上完课，你将学会简报制作的正确流程，建立自己的布景主题，以及下载微软的布景主题。而上课前，你应该具备简报的基本操作能力。准备好了吗？马上进入 PowerPoint 必学的六件事，高效做简报。